宝贝，宝贝，别吃了！你看看，帮我找一找好不好？找找我这个白菜去哪里了？我白菜的叶子呢？给妈妈找一找，白菜的叶子。不是不是，这不是刀子吗？不是不是，找它的叶子。不是不是，这都不一样的颜色呢。也不对，你再别吃了，你再一个劲儿的吃。你给妈妈再找找，你一会儿再吃好不好？你先给妈妈找。让妈妈走，妈妈哈，妈妈还在做饭呢。不是不是，这都是黑色的了。我的白菜，我的白菜去哪里？我的白菜去哪里？给妈妈找白菜，看这是不是？啊，是呢是呢，这是我的白菜，我的白菜，我要做饭。宝贝宝贝，我的西瓜不见了，就这一片西瓜了。我的西瓜呢？给妈妈找西瓜啦，找呀找，找呀找，找到一个大西瓜。不对不对，这都不是西瓜呢。再来，找呀找，找呀找，找到一个大西瓜。找没找到？不对不对，这是刀子。找呀找，找呀找，找到一个大西瓜。不对不对，这都不一样呢，是不是？我好像看见我的西瓜了，宝贝啊！我好像看见红红的大西瓜了，我看一下。对对对，真的是呢，真的是我的大西瓜呢，谢谢你！我要拿起我的大西瓜去吃。我再找一个，我再找一个。妈妈，我的雪糕呢？你的雪糕呀，我看看是不是这个？这个也是黑色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你的雪糕吗？放这里。嗯，这个小帽子是不是？你这拿好了，我看一下呀，好漂亮呀，这个是不是？不是，也不是嘛。雪糕，雪糕在哪里？哎，这有一个，这有一个颜色，我看看，是不是？是是。